的作为标题。嗯，这还是错误的。可是你这边大概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它会从一开始编，二、三、四，如果有名称相同，如果有名称相同，好，例如说刚这边是空白嘛，空白，好，接下来等一下，我是想要请你知道一下这两个是不是跟这边是不是重复？所以它这边就会变成几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我只是想让你更加的了解它的自动编号。好了，那接下来这不是我的标题列，所以我是不是要用第一列的记录当作是我的标题？所以使用第一个资料列。这个还不是我的标题，所以呢，我要再取一列。这个使用第一个资料列。然后接下来这个男女，因为你记不记得我说他从一开始编，对不对？一二，所以这就变成三了，这样听大概听得懂我的意思哦。好，那你会说男跟女是不一样的啊，可是他不是跟后面男跟女是一样的，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边我这边是要刻意留下来的，因为这是几岁？零岁，就是以人口学来去说的话，新生儿就是未满一岁之前，好，这是他定义的零岁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我的这个名称要换，重新命名。你其实我刚只是连续做了三次的以第一列作为标题，知道吗？好，接下来好吧，那我就请你们先做到这边。首先你要会打开这个 Power Query 编辑器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你要会的。第二，你还要选择适当的这个栏位名称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。做这两件事。2019他也换名称，叫查询明确。好，
好，那画面继续借我用一下，您看一下哦。其实在这个地方，我刚刚连续做了三次，就是以这个第一列记录当做标题，所以它这是一组，这是一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去看，就是说这个名称，这个名称，我把它重新命名。这个名称重新命名，然后输入这个我取名叫做党名，好不好？党名。那相对的，这个重新命名，我就要取名叫做民国年。可是，请你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个86啊，很神奇的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之前大家做资料库的时候，一堆空白塞在那边，这里面是空白86，看得懂吗？空白86，问题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，谁会知道那个空白？真的。那个空白真的要把它给取代值，把它给拿掉，取代值，然后一个空白取代为什么都没有，然后确定。你看这边它是不是就多做了一个步骤？好，再接下来，凡你做过的动作这边都会记录，以方便假设我等一下我要去算那个结婚，我取得结婚的资料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直接套用这些既有的步骤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这里面的，例如说空白，各位可以了解吗？空白可以删掉，年也可以拿掉，对吧？所以请把这个民国年里面空白拿掉，还有年拿掉，那些才是我要的。还有这里面这个叫做什么？行政区。所以重新命名，最好是把那个这些的栏位名称都要确定。你们记得住这些动作吗？还有，我现在要做最后一件事，就是把合计拿掉。合计是多余的，所以请筛选，把空白拿掉，空白一定要拿掉。就是我只要留12个行政区，区域别只要留12个行政区，民国年只要留什么86878889这些数字。好，然后这个合计要拿掉，数一下是不是12个，1234567891011121212。为什么要